怎么啦？你又来偷喝酒，想报复谁啊？啊？有吗？嗯。醉鬼，把手拿开了。谁是醉鬼啊？屁孩家幼稚鬼。别屁了，我可是真男人，真男人你懂吗？拜托，我是真真哎，我才是真女人。哪里真啊？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只看到鱼，平，没有任何起伏的飞机场。杨蠢猪，你说谁飞机场啊？姐姐，长桌，长桌是什么？你懂吗？穿衣服，难看，去。什么？你给我看清楚，我哪里身材不好啊？哪里？我看你才是没料的白斩鸡，咕咕鸡。搞！我是白斩鸡。嗯。啊！哥就让你看看，什么叫身材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哥也是有练过的，好不好？不够，都没有硬硬的，算什么身材？谁说没有硬的？我摸给你看。要不要找个男人嫁了算了，叫他教教看你怎么变成一个真女人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？我为什么要找个男人嫁？我为什么要结婚啊？你不结婚，我去相亲干嘛？你怎么叫我去相亲？你去相亲还拒绝人家，我看你根本就是喜欢女人。你才是喜欢男人。你姚晨，我是你就不要害羞了啦，姐是支持多元成家的。你我喜欢的是女人，我不信。像站在山谷里的我，是我笑脸记录你初次的口，我的所有心动都被。